老公，啊，吃个羊肠。大秦啊，嗯，咱测评一下这个羊肠。嗯，别人都买别人家的东西测评，咱没这条件，咱穷买不起，吃自己的，我就测评咱自己的，行不行？你会测评吗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！人家尝一下这个羊肯啥？我相信你，老公。里面都是细肠，不是油，里面油不是多，外面有一层油。主播还是很良心的嘛，嗯，真材实料。首先这是第一点，嗯，软糯香香的，不错，嗯，几分 满分十分，九个半。那半个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怕你骄傲。行。